是我害他的吗？是我把他推出去被车撞的吗？不能把我的人生送给他呀。虽然很累，但是不会辛苦。我们一起逃走吧，我想跟你逃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把我们兄弟变成这样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找到弟弟荣幸了，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情，恢复到荣勋的身份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双面情人》。